孙家妹，我又来啦！大家都说我的鸡汤有够赞，所以应观众要求，今天又要来教大家怎么用电锅做三草鸡汤。三草是哪三草呢？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错，是九尾枸杞、寒壳草。在我们的产品里，常见的九尾草促进食欲超有帮助的，和枸杞一样够把揪的枸杞叶。加上寒壳草，一共就有三种草啦。还有，再把枸杞加进去呢，可以增加汤头的甜味哦。做法还是一样很简单哦，把鲜嫩可口的自然鸡肉先串烫好，加热的同时呢，可以顺便把你的药材洗一洗哦。接着拿出大家最爱的自然鸡高汤备用，外锅加一杯水，倒入热乎乎的自然鸡高汤，接着把洗好的药材以及穿烫好的鸡肉一同放入电锅，盖上盖子，按钮按下，跳起来时阵给它焖一下，注意，不是你跳起来，是电锅跳起来哦。超好喝的三草鸡汤就完成啦，还有这个给小朋友吃也超适合的啦。